好，学长重新开始喽、欸。可是好，可是又红红的、欸。好，不管了。哎哎哎呦，这次捡枪这么顺哦、喔。超顺的、喔。先打打鸟吗？这可以打鸟吗？可以，先打看。有吗、啊？有吗、啊？有吗、啊？没有，有打中他没死。好吧，你确定有打中？这游戏好像是蛮保育动物的，真的有打中，红点就在身上。哎、欸，我的枪法，你质疑我？好，我相信你有打到了。你看，这没有打到、啊，这还打不到位置。好了，我们现在为各位示范的是 NPC 自主开发的 Front Defense， 中文翻作前线防卫。哦，敌人来了，敌人哎、欸，不对，还没有敌人。我、哦、灯倒了，不要乱打灯哦。那我们扮演的就是在八年抗战当中的啊、一位英勇士兵。我们现在就是后面的四行仓库哦。哦，你是死守四行仓库，你自己来就对了。对，前面大概很多日本人会打过来啊。有啊，来。等一下，哦，左边，丢手榴弹、哦，你要大叫，小心手榴弹啊，小心手榴弹，小心，那边没人，小心你丢歪了啦，再次，哎、欸，你右边有一把机枪，你要不要试试看、嗯？好，小心手榴弹，那是友军，不好意思，完，可以，学长左前方，我敌人应该射你，左前方，对，有人他走过去啊，有人，你把他打爆了。二楼，哪个方向？左上方二楼，11点钟方向。哎，敌人开始集结了。机枪啊，来了！来，没错，敌人好像不怎么理你。好，来，有感受到，哇，这个杀气！哎呦，冒三级！哎，坦克车是不是该来了？没耶，不是啊，你这枪一直在打三楼啊。三楼。对。好，打到。哎，你的枪过热了，学长枪过热了，你要停一下。对。他红红的。枪过热要舔他还是怎么样？对，没有，你要把它放进冰箱里。好，放进冰箱。对，你后面有个冰箱。哪来冰箱？四行仓库没有冰箱啊。好了。哎，坦克车出来，快去拿手，去拿手电筒，不是手电筒，手电筒，火箭筒啦，我拿手电筒，火箭筒，来了，哎，这不是拿子弹，有 ，nice， 哦，是不是？有，再来一次，好，来，有感受到，来再来一发，红色打红色那一块，中华民国，有，哇、哦。